下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现在是3:43，我刚刚完成了一个筹备很久的 project， 然后刚刚已经meeting完了，所以我现在打算来吃个午餐。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压力了很久，所以终于完成了。现在想要来慰劳一下自己，等一下咖啡厅见，拜。嗨，大家！刚刚到家的时候我就太累了，在沙发睡着。然后我现在打算去，因为我另一半还没有吃，然后我想要去煮个晚餐，然后我也随便吃一点，因为我刚刚太早吃了。然后如果不吃的话，我晚一点又是要吃宵夜了，所以 Let's go。大家，大家，嘿，哦。大家，现在是11点半左右。我现在打算来煮一个宵夜。我是一个肚子饿睡不着的人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现在是10点半左右，然后我早上刚刚完成了一个会议，我现在要来煮早餐。所以今天的早餐我会准备一个 toast， 终于熟了。Let's get started。